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蓝白耶，你刚才把怎么算吗？你凭什么把它害吃啊？那是小狗会吃的吗？那各位，我的护身符，你现在是跟妈祖干不上就对了。啊？大逆不道啊你！你整天是维持这个姿势，站好，维持住。我打扫完家里之前，你只要敢起来，直接剁掉，剁掉，有听到吗？管道疏通器，你直接给我咬爆！啊，不就还好你没有吃下去，你看整个狗爆炸了怎么办？刚开学，刚开学，我就要升天了，我不用毕业啦，我现在不用毕业了。我直接买棺材进去睡一睡就好了。那什么蓝莓工厂有收狗农的，他很适合去那边作业啊。天多真人一样哎、欸，这才好看。后前姐是蓝莓干，然后嘞，我的护身符，你现在是跟妈祖杠上就对了。啊？大逆不道啊你！你整天是维持这个姿势，站好，维持住。我打扫完家里之前，你只要敢起来，就直接剁掉，剁掉，有听到吗？太夸张了，每天都在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到底要讲这句话讲几天？你没有炸弹要你拆除哎、欸，每天搞的跟自己跟什么被炸弹炸死、恐怖攻击一样，直接带你出去。我先离开了，这次是不用你走了，这次不用你走了，我要走，再见。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一只狗好好的要躲在这里？这是什么？一回来，天哪，连电视都给我打开了啊、哦！我真的觉得你的耳朵已经够了，已经够了。说你就在说你，说你耳朵那么脏吗？每天都是一根棉花棒，那你在干嘛啦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呀，我的梳子，直接给我干碎啊！直接碎掉了，这怎样？哈，我跟你说。我今天真的是没有，我就是不信，我就不是你妈啦。那你在干嘛啦？你就现在的狗就比较养生一点啊，酸梅嘛，酸梅也知道把它盖开来吃啊，好痛啊，我刺到手。然后这个嘞，狗零食吃一半丢在这边，我就是坏啊。然后刚刚那饮料就是狗在沙发上的，我就说你有那么渴吗？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人的话，那你就头好一点的抬啊，为什么来打死狗啦？来气我！Thank you.